Update。继续关心宜兰在地新闻，头城镇公所在上周五正式为新春灯饰点灯，除了有红灯笼及鞭炮等喜气元素，也融入时下最夯动漫《鬼灭之刃》的紫藤花场景，营造山海明珠闪耀头城欢喜迎新春的氛围。头城镇公所秘书陈顺良说：“你哪坐火车来到咱的头城？”你一路车了，你会当看到啊，咱即摆全国唯一横跨海陆空3D 悠游小镇的水。你经过咱的头城大桥，你会当看到咱头城的山海元素。除了头城镇公所，另外包括行政中心、老街、振兴餐道、头城交流道共7个区域，都将透过光彩炫目的灯饰及装置艺术，让开兰第一城越夜越美丽。以上新闻是由严诗云编辑播报。